深夜，中心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降生。世人沉沦，全地罪恶已埋，因主来临，众人灵魂苏醒，困倦心灵的希望何其欢喜，期待迎接荣耀新黎明。各位亲爱的嘉宾，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也欢迎你来参加这第九届爱能改变一切南加华人迎圣诞的特别慈善晚会。我们已经是第九年了，虽然我看不见各位，我想看看你去年有来的请举手，我看看好不好，挥一挥我看一看有没有。哎呀，有哈。你今年有带朋友来的请举手一下，有没有，看看
Yeah， 好，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 ？Yes， 我们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真的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来庆祝什么的？我们是来庆祝上帝在2000多年以前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其实上帝的儿子有一个名字的，圣诞节的主人的名字就叫做耶稣，我们称他为耶稣基督。所以圣诞节也好，耶诞节也好，表示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降生了。在圣经上面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是这样说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迎娶的时候，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事情是件大事，约瑟知道了，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想公开的来羞辱玛利亚，只想暗中也许把他给休了算了。当约瑟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忽然上帝的使者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是带着一个特别任务的，是的，他用神迹奇事来彰显上帝的大能，他能使瞎眼看见，使瘫痪的瘸子能够起来行走，他能够来平静风和海，他还能用五饼二鱼来喂饱5000人，这些都是神迹奇事，甚至他还能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最终极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跟目的是什么？他到世上来乃是要来甘心情愿为世上每一个人，为你的为我的罪来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到世上的目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上帝的心意，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今天晚上我们也希望您都能得到真正圣诞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得到他，我们能够得到永生，也与神能够来和好，并且得到真正的平安，让你每一天都有美好的平安夜。请听平安夜。平安夜。
天晚上因着你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是平安夜。很高兴我能跟我的伙伴们天心合唱团来为您来献这几首圣诞的诗歌，有机会多听听多唱唱圣诞歌，因为圣诞节唱圣诞歌更有意义。今天晚上我们很高兴有一个舞蹈团会在我们当中表演，叫表演什么呢？叫做街舞，就 Hip Hop 嘻哈的舞蹈。那他们是叫做他们要演出一个题目，这题目蛮严肃的哈。他讲到说有一个哥哥有一次发现他的妹妹在车祸中丧生，那看这个哥哥怎么样能够面对这前面这么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那这时候我们用掌声来欢迎 Sodian Dance Company， 来掌声欢迎，请
to come, wishing I had strength to stand. This is not what I had planned. It's out of my control. My fears
哇，再一次掌声，我们洛杉矶掌声可以多一点吧 ？Yes， 啊，莹莹你好，你好，你是头一次来洛杉矶吗？我来过几次，很多次了。头一次演唱，头一次演唱，头一次演唱就头一场头一首歌，要不再一次掌声多一点点？好了，谢谢，谢谢哈。你知道吗？史莹莹是台大外文系毕业，是的。哇，可敬可畏。然后到哈佛又是读教硕士毕业，是的。那你到了洛杉矶啊，很惨，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的家长啊，都希望孩子到哈佛去，不，但是却不一定要他们像林书豪或者像你一样，哎，因为我们都有这种给孩子的压力的感觉哈。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也许在当中也会问。你自己有这个心要来做演艺做唱歌来作为你一生的生涯的生活，你怎么跟母亲父母亲来家长做一些沟通？简单的讲，其实我觉得也很奇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当然他们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期望，但是当他们看到我是这么的热爱歌唱，然后他们看到我做歌唱的时候是这么的快乐，然后而且还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这是那我们很放心，他们能够真正看到你生命的价值在那边，对，是好呀。我们在敞开你们已经看到哈，石英不但来，但是再数个几天了，她就要结婚了，要当新娘了。我们再一次掌声恭喜恭喜她哈！谢谢。哎呀，那位幸福的人士在台湾，对不对？是的。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就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唱歌了，我不说你现在做妈妈生孩子哈，如果你不唱歌了，那你会想要做什么？不唱歌的话，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其实我能够像现在这样站在舞台上为大家唱歌，真的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大的一段峰回路转的路程才转到这里，所以我真的非常珍惜，所以也希望我可以一直歌唱下去，一直为着所有的现场的朋友们，各地的朋友们继续演唱。好，我们谢谢他来到我们当中，到洛杉矶来。前一阵子他还在日本，还在哪里，还在很不同地方来演唱，香 港， 香港也有哈。接着今次我们这现在圣诞的时候，你要为我们带什么，是哪一首圣诞的歌曲？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但是通常你可能会觉得它跟 Santa Claus 跟圣诞老人比较有关系，okay。 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 special twist， 我们今天要唱的是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耶稣要进城，他不晓得是骑驴子还是坐雪橇，我们掌声来欢迎史莹莹来，请。这首歌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拍手好吗？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He's making a list, he's checking it twice, he's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He's making a list, he's checking it twice. He's gonna find out who's naughty and nice.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you when you'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goodness sake.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Jesus Christ is coming.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于是我们就有了圣诞节。接下来的一首歌呢，是由一位华人的巨星所演唱的。每次我都非常觉得非常荣幸可以唱这首歌曲，因为这位巨星呢，他不只是两岸三地的华人非常的喜欢他，就连日本的许多的歌迷也都沉醉在他的歌声当中。今天要为您演唱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我只在乎你》。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是否要珍惜？也许遇见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记忆。
我只在乎你。谢谢大家。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其实这次来到 LA， 我也觉得真的非常的荣幸，第一次来到 LA 演唱。那其实我成为一位专职的歌手已经有六年的时间，那在六年的时间站上过许多不同的舞台，大概有数百场的演出的经验。可是我每一次站在舞台上，我都觉得非常的珍惜，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恩典。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会常常都觉得这条路真的是神赐给我的一个礼物？其实我从小呢就非常非常喜欢唱歌，所以我从16岁到22岁之间参加了非常多的比赛。那尽管我的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我跟陌生人讲话都会觉得很害羞，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可是站上舞台的时候，却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就能够鼓起那个勇气，有这个信心，唱出我想要唱的歌曲。那么16岁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第一次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那个时候，爸妈就觉得我年纪太小了，他觉得演艺圈是个大染缸，所以就劝我，先不要接受这个机会。那么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反正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嘛。没想到这一等，即使参加了很多的比赛，一等就等到22岁那一年，才终于有机会跟一位制作人跟他聊一聊签约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大学还没有毕业，但是这个制作人跟他一聊之后，他竟然告诉我说，你22岁年纪太大了，如果你18岁的话，我会立刻签你。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都碎了，我这么想要唱歌，可是有人告诉我我的条件不够，而且我这个条件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改变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竟然就这样接受了他的建议，尽管我很想唱歌，可是我没有勇气再去试，我太怕失败。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么说，我就想好吧，没关系，那我就来追随我的另外一个梦想，就是我很想出国念书。我就来到了美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留学生涯，也在这边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呢，又要开始面临现实的考验，回台湾开始找工作。尽管我带着非常华丽的学历，但是没想到找工作却常常投了履历石沉大海。我的前三份工作都维持不到3-4个月，就因为种种的原因必须要结束。那个时候我对自己就有很多的怀疑，到底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三年之后又找到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做了一小时之后，我又开始觉得不够有挑战性。一边觉得工作不能带给我成就感，一边觉得为什么我这么难以满足，我到底想要做什么？那个时候的我就把我的生活的重心放到了夜生活上面。那个时候的我很喜欢交朋友，好像经过出国的洗礼之后，我就从害羞的小女孩蜕变成一个非常 sociable、非常 outgoing 的一个女生。那个时候我不只参加很多的 parties， 我熟知台北的夜店，我还自己会办 parties， 然后会有上百人来参加。我在这当中我觉得我很 popular， 我觉得很受欢迎，大家也喜欢我，而且我还可以办活动，这么多人想来参加，我很有成就感。可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却跟妈妈有很多的摩擦。原本跟妈妈非常关系密切非常好的我，却因为常常晚归，然后每次晚归还带着满身的烟味。其实我不抽烟，我也不喜欢烟味，但是每次回家就带了满身的烟味，妈妈就觉得你干嘛又要晚归，还要去你不喜欢的，被你的烟味熏的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太想要抓住这些受欢迎的感觉，所以跟妈妈就有很多的争吵。在那个时候又刚好遇到一个情感上很大的挫折，这样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工作上我得不到成就感，我觉得人生没有目的，我跟妈妈的关系不好，我的感情也是一塌糊涂。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别人看我都觉得我应该活在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里面，可是我其实一天也不快乐。那时候不断地问自己，如果我想要做一件事，我到底想做什么？后来我心里面的声音就告诉我说，我还是最想唱歌，但是要怎么办呢？我念了外文系，念了教育，我没有任何做音乐的朋友，我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但是
竟然就很奇妙的，我发现一张歌唱比赛的传单，而且有一个组别，那个年龄层是我可以参加的，于是给了我无比的希望。然后我去报名参加之后，那个公司它是一个卡拉 OK 伴唱机的公司所举办的，所有公司里的员工都跟我说，你非常的有得奖的希望，让我也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没想到在决赛之前，我就生了一场很严重的感冒，然后感冒呢就好几个礼拜都好不起来，不停的咳嗽，白天要上班，晚上要练歌，还不停的咳嗽，睡觉也睡不好，吃了很多的中药西药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善。但是有一天的晚上，我竟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动，我想要祷告。但祷告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奇怪的，因为我从15岁之后就没有再去教会了，也就是有10年以上都没有去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没想到在那个晚上，我竟然就想要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知道我很久没有亲近你，没有跟你说话，但是我现在在生命当中这个很重要的时刻，我真的只想要知道我应不应该唱歌，我可不可以唱歌。我并不求那个高额的奖金，我也不要那个很巨大的奖杯，我只是想要知道我能不能唱歌。结果就在决赛的当天，我的感冒就好得差不多了，竟然很顺利地唱完了两首歌，而且打败了非常强劲的对手，得到了第一名。谢谢。当然当时的我，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神有听我的祷告呢，可是在那之后，我就渐渐的我的心软化了，我想要走进教会，在好久都没有去教会之后，而且有一些歌唱的机会就慢慢的出现了。我在一些地方驻唱，我演出了几出的音乐剧，我甚至进入了王力宏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团队，到世界各地演唱，包括离 LA 非常近的 Las Vegas。 然后我还结识了一群跟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组成了自己的爵士乐团，在台湾的很多的爵士音乐节演出。同时我也出版了自己的福音专辑，在台湾还得到金曲奖的提名肯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当初做那个祷告之前都没有想过的。这一路上我觉得我看到神给我的很多的供应，这也让我真的看到了祷告的奇妙。所以今天呢，就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歌曲，它是我第一张专辑的一首歌，它就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
神的时机是非常奇妙的，他会在最适合的时间回应你的祷告，而且在你我可能不知道的角落里，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为我们祷告着。圣诞季节当中，发现生命当中最伟大的爱。Searching for a hero, people need someone to look up to. I never found anyone who fulfilled my needs. A lonely place to be, and so I learned to depend on m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anyone's shadow. Whatever lea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chair. Teach them well,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s remind us what we used to be. I decided long ago never to walk in everyone's shadow. If I fail, if I succeed, at least I'll have what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they take from me, they can't take away my dignity. Becaus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is happening to me.各位蓝加州的朋友大家好，每一年爱人改变一切都会有慈善的项目，那么去年呢我们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帮助中国内蒙古的一些牧民，让他们可以免费做白内障的手术。那么因为内蒙古呢它是在高原，所以很容易有阳光的这个影响，所以很多人甚至是双目失明了。那么透过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呢，就让他们可以重见光明。那我当天也亲眼看见那些病人呢，从进去什么都看不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么另外呢，也是帮助台湾的家扶中心，家扶中心是帮助一些受虐待的小孩子，跟一些非常贫困家庭的小孩子，帮助他们的父母，也帮助整个小孩重新建立这个自信心。今年爱能改变一切都是帮助那些有身体残疾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在台湾我们选择了这个博大黎儿童之家，里面都是那些智障残障的孩子跟年轻人。那我进到里面的时候也听到一些很悲惨的故事，有一些的小孩，特别女生，因为她智障不懂，所以给人家利用作为一种的出技，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后来作为她有机会进到这个博大黎儿童之家，可以重新找到温暖的家。而他们也用有很多的农场，有很多的动物，让那些小朋友透过大自然重新去学习那种的人生的功课。另外一方面就是帮助在北京的一个天使残疾人的艺术团，他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他们大部分都是聋哑的，也有坐轮椅的，也有其他的残疾的。但是透过这个艺术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歌舞，
是那么的漂亮，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有残疾在里面，因为他们的训练，他们这些孩子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也可以找到重新建立人生的舞台，让他们可以站立起来。但他们没有政府的补助，经费也是非常缺乏，所以今年爱的改变且希望特别帮助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更大的鼓励，透过他的捐款，我们真的让他们经历圣诞节的意义，因为爱能改变一切。爱能改变一切，爱能改变一切不单是一个晚会，乃是一个行动。每一年我们在这个晚会里面，我们都会收一次的捐款，我们会帮助有需要的朋友。那么去年我们是答应了内蒙古，给他们3万块美金，帮助那些没能力做白内障手术的病人。然后台湾的家福中心，作为专门照顾受虐待的小孩，我们答应要捐给他们1万块美金，结果我们都一一做到了。感谢主，我们每一年都按照我们的应许落实了。那么今年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助都是身体有残疾的孩子，那分别是台湾，刚才看的是台湾的博大里之家在屏东，然后另外呢是中国大陆的在北京的残疾人的艺术团。那本来大会安排了这个北京残疾人艺术团来到美国，在洛杉矶跟大家来表演，也有爱主的弟兄愿意全数支付他们的旅费，不过很可惜最后他们没办法到我们当中。我们听听他们的说话。我记得今年年初我到他们那里邀请他们来到美国洛杉矶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兴奋，我们也跟他一起兴奋，但是最后签证出了问题没办法过来。不过呢，他们的团长崔老师特别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崔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抱歉地告诉大家，这些孩子们不能来到现场为你们表演，非常的遗憾。为了这次的演出，这些孩子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为了把最好的舞蹈展现给大家，他们每天排练到凌晨
两三点钟。为了更好的和大家沟通，能够和大家交流，他们拼命的练习说话，因为他们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练习说话的时候就异常的困难，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咱们健全人是怎么发声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拼命的喊，拼命的喊。数日下来，他们的喉咙喊破了，舌头咬出了血泡，但是他们没有丝毫的抱怨，依旧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因为他们心里有美丽的梦，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来到洛杉矶为大家表演。因为在去年的11月份，这些孩子们来过洛杉矶，而且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做表演。他们非常喜欢这座美丽的城市，喜欢这里的蓝天白云，喜欢迪士尼，也一直想念着一直帮助过他们的每一位好心人。可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他们不能来到大家的中间为大家表演。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们望着墙上的倒计时的那个时间表，抱在一起哭了，非常的难过。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梦想，因为他们知道有梦想就会有希望。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主办方的盛情邀请，感谢英会长周牧师、李牧师为孩子们做的一切的努力，感谢在座的尊贵的朋友们，你们献上的颗颗爱心。我将带着你们浓浓的爱回到北京，告诉孩子们，洛杉矶的亲人们在为他们的梦想而努力着。在这里，谢谢。在这里，我衷心的祝愿大家圣诞快乐，家庭幸福，一生平安。谢谢。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欣赏我们专为这台晚会创编的其中的一个舞蹈《天使在人间》。谢谢。
在我们继续欣赏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收这一次的捐款的时候，好吧，我们打开现场的灯，我们在那个程序表里面有一个信封，好不好？请所有人都拿出这个信封来啊！请所有人都拿出这个信封。爱能改变一切，过去我们都坚持不收费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把你们要买票的钱来捐出来，以致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变成一种的礼物送到有需要的人的当中。那么每一次都有人很不高兴，就会说为什么有人会坐在前面。其实前面的座位叫做赞助席，所以每一年如果你今年你的捐款是100块或以上的话，我们会另外明年的话我们送给你赞助席。明年我告诉你是10周年，爱能改变一切10周年，一定肯定好看。所以呢，真是这个机会，如果你能力许可的话，我希望你 考虑捐款100块。而且呢，除了这个赞助席的票以外，今年大家看到有这个屏幕等等非常好看，所以呢，我们也会把今年的 DVD 现场的录影，刚才有一些人在偷拍啊，这个效果一定不好了，我们给你那个绝对好的效果啊，所以是100块。那么这个支票的抬头已经写了是 DA， 然后 LA Church Network， 然后在下面 memo 的地方就写爱能改变一切，或简单一点就是 LCE， Love Can Change Everything， 所以 LCE 就搞定了啊。好，这个时候我们也正式请我们的招待开始收我们今天晚上的捐款，因为爱能改变一切。好，我们可以开始来收。爱能改变一切，再说不单是个聚会，乃是一个行动。每一年我们除了把钱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我们更加代表大会，我自己特别代表 大会去到他们那里，让他们看见不单是钱过来，而且人也过来，更重要我们的心也过来，以致他们感受到各位朋友的支持，各位弟兄姐妹爱心的支持。我觉得帮助小孩子最特别，因为你不单是帮助了他度过他的困难，也是改变他的人生，而且呢改变将来有机会跟他们接触的人一直的改变下去。我在台湾的伯达尼儿童之家，我在北京的残疾人艺术团里面，我都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那些身体残疾的小孩那种灿烂的笑容，那种 很天真的笑容，一点你看不出他那种残疾带来的自卑，背后告诉我们，这些笑容告诉我们，他所在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对他们的资助，对他们的捐助是最实在，因为他们不单是给他们吃给他们穿，更重要是改变他们，给他们有梦想。当然我们这一次北京的残疾人儿童和这个残疾人的艺术团没办法过来，小孩子很失望。刚才团长讲了，虽然是失望，但是还是有梦想，有梦想就是说有目标，有梦想就是说有盼望。今天晚上你的捐款会改变一个人、两个人、100个人的生命，虽然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问题，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圣诞节，是爱改变你的圣诞节，这个圣诞节也是你的爱去改变别人的圣诞节。我们都差不多都收完了哈，好，我们有一些还在收的啊。那么我们再一次代表大会来感谢大家，那么希望
接下来我们有更精彩的节目啊。好，在这里再一次代表大会感谢大家，更重要感谢上帝，谢谢。哎，Hello， 大家都还在，坐好坐好，嘉宾就要出场啦！他会唱歌，他会跳舞，啦啦啦啦啦！让我们鼓掌欢迎刘沙伦姐姐耶！
的地方就是洛杉矶，但是我跟你们有一点不一样，在香港我是老外，你们在这里是老外。在香港人家叫我，以前叫我鬼妹，现在叫我鬼婆 ，OK？ 但是你们就是这里的鬼妹、鬼婆、鬼佬。我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家庭，我爸爸在1969年的时候，因为爱中国人的缘故，他就放下在美国的一切，就到了香港。但是他不只是要去香港，他更加的爱中国。不过那个时候，老外、鬼佬不能去中国。那结果到1978年的时候，中国的门开放了，他就是第一批到中国里面参加旅行团的老外。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停止过，不停地在中国不同的地方来传扬耶稣的爱。那我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家庭长大，是。谢谢耶稣。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不跟我讲英文，从小在家里他就跟我讲中文，讲广东话，然后他跟我说我们一家人都是奉献给中国的。所以我从3岁开始我就读中文的学校，我蛮厉害的，我的中文是很不错的。如果香港人你会知道香港有会考伟豪，那我的中国文学我是拿到 B 的，感谢耶稣。所以我就是虽然是一个外国人的外表，但是其实我是一颗鸡蛋，听得懂吗？这里很多香蕉，我是鸡蛋，外表是白色，里面是黄色的。我从小就爱上中国人，爱到一个地步，我嫁给一个中国人了。对，我的先生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跟他姓刘。所以真的好像那个我愿意的那一首歌所说的，我爱你爱到我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了，就跟我的先生姓刘，所以叫做刘沙伦。所以爱是很奇妙，原来上帝的爱是会让一个老外从美国这里到香港。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也是因为爱你们的家人的缘故，希望他们有更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相信有一种爱真的能够完全的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我经历了这一份爱。其实我今天可以在大家面前来演唱，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恩典。因为在我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突然患上了一个病，这个病叫做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呢，其实是免疫系统的病，医生说是不能医治的。而当我患病的时候，我的整个手的每一个关节都肿起来，而且呢有时候走路都会很痛。那个时候我才刚刚结婚，我觉得很害怕，我觉得说啊，以后怎么办？因为医生跟我说我们最好不要有孩子，因为我每一天都要吃很多的类固醇才可以让我的这个病情可以控制的比较好。而且当我每一次回去医院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跟我患了同样的病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些甚至是不能走路。所以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我在想以后怎么办呢？又不能生孩子，开始就落入一个很大的绝望跟害怕的里面。那是非常感恩的，虽然我曾经跟我的老公说，我说啊，不如你把我休了吧。因为我觉得啊，
我没有办法给你生孩子，而且你还很年轻。我觉得我老公蛮帅的 ，OK？ 我觉得他蛮像那个梁朝伟的，我觉得。当然现在也很不错了哈。那很感恩他，当然没有把我休了。他说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要背你，我也会一辈子在你旁边。但是很感恩，我站在这里就是见证上帝是听祷告的，他真的有怜悯跟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患了这个病一年以后，因为很多人为我祷告，上帝真的怜悯我，我的病完全好了，完全好了。到现在我已经好了17年了，我已经结婚18年了，看不出来哈，而是我已经好了17年。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我回去看医生给他检查，我说我是不是好了，然后他给我验血，因为验血你会验到那个类风湿的因子，他说对啊，那个因子没有了。但是他有跟我说一句，不要高兴的那么快，因为你随时会复发。那个时候我心里呢就想了一句，那个是广东人才听得懂的，我就说我猜过你耶，就是我拒绝你这一句话的意思，不知道普通话可以怎么说。那很感恩到现在我完全好。所以原来爱，原来上帝的爱就是那么样的真实，他不是离开我们好远，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而是我们的祷告他是听见的，他是知道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都是很宝贵，每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非常，都是他所创造的，都是非常的美丽的。接着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我很美丽。当然我不只是要称赞我自己，当然我也觉得我也不错了哈，感谢上帝的创造。当然是化妆的神奇了 OK。 但是那一首歌里面说到，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接纳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会觉得没有人爱我们，会觉得很孤单。但是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知道说不管我们经历如何的苦难，经历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跟我们在一起。希望这一首歌也可以祝福到你们。我很美丽，谢谢。很孤独，曾经以为很满足，没想到什么都抓不到。对着自己流眼泪，沉重步伐，心疲惫，在努力，却还是不对。为什么心就在一起，我不想再哭泣，把我的手交给你再微笑，是因为我有你。深情拥抱，温柔的微笑，可以让我自由飞翔。我很美丽，你的爱让我认识我自己，没有惧怕，You'll be there for me, yeah, with me. 我感觉很孤独，曾经以为很满足，没想到
什么都抓不到，对着自己流眼泪，沉重步伐，心疲惫在路，却还是不对。为什么心就在一起，我不想再哭泣，把我的手交给你再微笑，是因为我有你。刚才那一首歌里面的歌词是我有一段很黑暗的时间的时候的感觉。我刚才分享到上帝很奇妙在我生命里面做了医治的工作，然后后来呢，很奇妙他给我两个很可爱的宝宝，很可爱的孩子，谢谢。我的女儿今年16岁了，儿子刚刚生日14岁，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人很奇怪，虽然我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有一对 很可爱的宝宝，但是原来我当我把所有的渴望，我所有爱的需求都放在我的家人身上的时候，原来我发现他们会让我失望的。特别我的老公，我知道他很爱我，但是呢，男女大不同。他用他的方法来爱我，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每天都在骂我，他说他在提醒我。那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跟他的关系越来越疏离了。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好，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他都不明白我，不了解我，我越来越觉得孤单，我越来越觉得说啊，我这段婚姻真的很好吗？别人觉得我们很幸福，但是我开始慢慢的跟他疏离，也没有跟他讲很多的话。
后来当我生我第二个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生他，因为在美国生我的丈夫没有办法可以陪我，所以那一段日子跟他分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里面就开始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远，但是里面也很渴望得着他的爱，但是又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可以给到我所需要的那一份爱。结果我生完那个孩子以后，我就患了产后忧郁症，加上那个时候很疲乏，我又跟婆婆一起住，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的媳妇，所以我跟婆婆住。那不是说婆婆不好，但是毕竟我们的相处上面出了很多的问题，跟丈夫的相处也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两个孩子还很小，我很渴望在他们身上，当然他们很可爱很宝贵，但是也是不容易的，要带两个小的孩子。那我就得了这个产后忧郁症，在忧郁症的期间里面，我就开始很不喜欢我自己，我觉得为什么我以为我得着我所渴望的，我有我觉得最英俊的老公哈，我有最可爱的宝宝，但是我里面还是不满足，我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我不是一个好的太太，不是一个好的妈妈，不是一个好的媳妇，开始心里面很多负面的思想，很多的里面常常就觉得自己不好，甚至会很恨我自己，甚至那个时候我开始不能控制我的情绪，到了一个地步我会常常打我自己，打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很爽，这样很奇怪的，然后常常里面有一个声音 就在里面说你不好你不好你不好，甚至我有想过要自杀。在那段日子里面，我觉得我怎么走出来呢？我的丈夫不明白我，我的婆婆不明白我，我也不知道可以跟谁说，但是很感恩的就是我认识我的上帝，我认识爱我的耶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喂我的儿子喝奶，那个时候是半夜三点多，然后我就说我在祷告，我说耶稣，我觉得我很不配，我从小就认识你，我从小就经历你那么多，而且你也医治我的疾病，但是你看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帮助我自己，我很想走出来，我很想再有喜乐，但是我里面好像很多埋怨，我埋怨我自己，我埋怨我的丈夫，埋怨我的婆婆，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样，我觉得很不满足，我觉得生命里面很虚空很孤单。我说耶稣，你还爱我吗？我这么不好这么不配，你还爱我吗？那个时候在心灵里面我听到一个声音跟我说，他说沙伦，我从一开始就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我爱你因为你是沙伦。然后从那个时候我知道上帝开始帮助我去学一个功课，就是要去爱我自己。原来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如何去爱我们自己，我开始学会从他的眼光来看，他开始让我知道说原来我在上帝的眼中我是可爱的，我是美丽的，他知道我很多的软弱，他完全的认识我，但是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为我而死。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而死。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不管我们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比较，觉得我不好，觉得我不够好，或者怎么样，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他最宝贝、最宝贝的孩子，在他的眼中，我们都是美丽的。当我开始经历到这一份爱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到一个很大的平安，说不出来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跟满足。然后我在他的爱里面开始得医治，结果上帝完全的医好了我的忧郁症，也让我可以重新快乐的来做他的女儿。接着这一首歌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就是上帝他让我在他的爱里面完全的得着医治，送给大家。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hank you.
你的黑夜变得温暖，总是对你对你那么的依赖，就算世界已不存在，还有你与我为伴，是你让我沉睡在爱的宁静海，有你双手拉着我，我不孤单。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this time I know you are my only one。真的是他的爱改变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很荣幸可以被邀请在爱能改变一切来分享我自己喜欢的歌跟我自己的见证。在 SARS 的期间，香港有一首歌，后来变成了一首诗歌，后来变成了流行歌曲。那首歌的内容就是说到爱是不保留的。那我很荣幸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出了一个专辑，一个就是派了谢婉文医生的见证，然后他邀请我来唱这首歌。当我唱这首歌，在我在录音的时候，那首歌里面的内容说到，看血在流，反映爱是不保留的。我真的看到爱我们的上帝，他真是这样子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可爱，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真的不那么可爱的。但是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我们这个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晚会，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不是纪念圣诞老人，而是纪念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因着爱的缘故，他离开他荣耀的宝座，因着爱的缘故，他不只是当当高高在上成为神，而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跟你我一样成为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我们这个上帝实在很奇妙，因为他真的明白我们，他知道什么是被拒绝，什么是被出卖，什么是被伤害，因为他也受过这些的伤害。而且在圣经里面说，
他也愿意为我们承受鞭伤，好让我们得着医治。我的身体就是因着耶稣愿意代替我来承受这些的痛苦，而我能够得着医治。我有我的儿子，他在几年前发现左边的耳朵听不见，突然完全听不见，但是感恩祷告以后，上帝开了他的耳朵，他听得见，感谢主。在一个多月以前，我的儿子又突然患上一个不能医治的病，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当他病发的时候，生命很危险，但是很感恩的，现在当然他还没有完全好，因为这个病医生说他一辈子都要每天打四次胰毒素的针，一辈子的病，因为他的胰脏不再 function 了。但是很感恩，我本来很挣扎要不要来，我儿子鼓励我说，妈妈你去吧，上帝他医治过我的耳朵，他也会医好我这个病的，非常感恩，所以我来了。而在这两个礼拜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儿子的病情有好转，他现在已经可以减药减了40%，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脏开始恢复了一点的功能，所以我很有信心，可能明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儿子得医治了，得医治了。各位朋友，今天我站在你的面前，我知道上帝是不骗待人的，我有我的故事，你有你的故事，你有你的挣扎，你有你所经历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他在这里，他爱你，愿意。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它是一首广东歌，但是大家可以留意歌词里面所说的，耶稣的爱不但是给我，也是给你，耶稣对你的爱是不保留的，送给大家，爱是不保留。谢谢。在我唱的时候，后面也有天使舞蹈团他们所排练的爱是不保留的演出。上帝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残烛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残存不朽，谁人受痛苦未愈挂在木头，至高的像见于慈处的手，看血在流，反的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爱主。
始终不死地来到末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获得主称赞已足够。对我们的爱都是不保留的爱，谁忍受痛苦被雨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此处的手，看血在流火已爱没保留，持续不死地来到末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谢谢，也谢谢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天使舞蹈团，虽然他们不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但是他们给我们很美好的一个表演。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分享了很多了，也唱了很多了，我们都很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爱你，他真的爱你，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愿意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好让他能够带领你的一生，而且在以后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我很希望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可以有一个机会来回应上帝对你的爱。在座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朋友，有一些可能你已经是基督徒，有一些可能你去过教会也听过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有一些可能你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上帝现在在你的面前，耶稣他愿意你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信耶稣是不用钱的，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说，是的，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他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齐牧师有跟我们说到，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来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看到我们的挣扎，他知道我们无法自拔，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救我们自己，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完全的知道，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我不相信我们是猴子进化而来的，你觉得你真的是猴子进化而来的吗？你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爆炸爆出来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一定有一位神，我们的身体那么奇妙，都是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所创造的，他不愿意我们一个人沉沦，他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仍然在捆绑的当中，他更加不愿意我们以后永永远远不能够与他在一起，他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借着耶稣基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的宝血就洁净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这个是真正的事情，是历史上面真正发生过的事情，那个宝血也是带着大能，能够完全的来洁净我们，来拯救我们，来医治我们。所以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都邀请大家都可以把头低下来，我们可以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你不要看别人，
这个是来回应上帝。今天如果你说是的，我愿意来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这个是我心里面愿意的，我也相信耶稣是真神，他是我的救主，我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可以向耶稣来表达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很简单，轻轻地把手举起来。他看到，虽然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看到你的手，作为一个表示，就是我愿意，我愿意。我相信现在耶稣在感动我们很多人的心。当你有这个感动，你不要拒绝这个感动，也不要害怕，只要你愿意，你说耶稣我愿意，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吧。是的，我看到有一些的手，继续吧，向他做一个回应，向他做一个回应，向他做一个回应。谢谢耶稣，耶稣他看到，他看到你对他的表达。现在我也想要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如果这个也是你的祷告，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很简单，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个救恩就是白白的给我们，这份不保留的爱就白白的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是你愿意做这个祷告，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我也邀请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无条件的来爱我，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不能救自己。今天我打开我的心，接受你成为我的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的心，叫我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从今天开始，我愿意跟随你，我将我的每一天以后的日子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谢谢你耶稣，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不好，我把一个掌声给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是的，我们把我们的掌声来归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谢谢沙伦来给我们分享他生命的故事，而更重要是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也许你是头一次，今天晚上你已经得到最好的圣诞礼物，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你心里面。在我们节目最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我们也有礼物要给各位，但是你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礼物呢？在这今天的现场，就是先来请掌灯打开了哈。那我们打开你的节目单，这个时候我们要请您填一下回应单。我们这边没有卖票，我们只希望你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来填这个回应单。请你把你的回应单从你的节目单里面拿出来，那灯会亮出来，会亮一点哈。您可以填一下，这个节目回应单是有两面的，请您先稍微坐一下，先不要动。如果你没有节目单，你就举手，没有这个你举手哈，他们会交给我们的服务员会给你。好的，记得有两页哈，正反面，请您都现在就开始填。那为什么我们当如果你填好，等一下你在出场之后，在服务台你把你填好了这张单子交给我们的服务台，我们会送你一个特别的圣诞 DVD。 好，今天这个礼物是给您的哈，但是你一定要填好，我们才会给您交换。在这个 DVD 里面包括有梁文音，有黄美珍，还有今天晚上史英英，她在里面的演出是由 Good TV 来提供的，非常好，在圣诞节的时候你可以跟家人来分享。所以现在就请您开始填，你就不要看我了，看你的这张纸哈，开始填。那
为什么要这样填呢？因为我们希望有您的 feedback 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进步的，有什么地方好或不好，你都跟我们说。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背面的地方，刚才有举手的朋友，在最下方有一个信仰回应。如果你说我今天愿意决志，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那你在这边就打勾。那如果你还没决定，你可以多想，反正你就打勾，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原来在哪一个教会，现在就开始写哈，我们会等你，然后等一下我们出去的时候，你拿这个单子来给我们交换，您给我们的意见我们会很慎重的去考虑。然后你如果能够愿意让我们有你的 email， 把你的电子邮件写在上面来，那我们在明年的时候第十届爱能改变一切的大会之前，我们也可以尽早来通知您。所以请先不要动，请先不要动，各位 Hello Yeah OK， 我们马上就这 最重要的时候啊，您这个回应单很重要，谢谢谢谢。好的，请您填好，然后我在这边顺便你一面填我也报告，在刚才我们你有爱心奉献，如果你今天你是我你有预备的是现金，那你刚才还是可以放到信封里面，信封上写上你的姓名地址，我们会给您有奉献收据的。那还有你说今天晚上你没有预备没有关系，你可以把这封信封带回去，你到回家以后你再把奉献用支票来寄过来。我们很感谢今天晚上我们不但有歌可听，我们有圣诞礼物可以得，而你也能够把爱变成行动来支持。好，这个时候我们会放，每一年我们都会放了一首歌，就是爱，就是它能改变改变。在这音乐放的时候呢，我们先要用掌声谢谢我们刘沙伦小姐在我们当中来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来掌声继续，我们来欢迎史英英。哎，史英小姐，哎，在这边哦。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天星诗班、天星合唱团，我们有六位，包括我自己在里边哈，是的。还有我们从北京来的天使舞蹈团的团长啊，崔团长，我们掌声欢迎他，特别到我们当中来表达我们的他的心意。还有我们的这个 Sodium。Dance Group 在这边欢迎 Sodium， 来掌声欢迎哈，谢谢他们同台的演出。还有一起我们的这位几位主办的人，李牧师、周牧师还有戴牧师，如果你等一下会唱，你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唱这个他能改变改变，歌词会打出来的哈。哦，每一年我们都在一起。还有漏了什么人吗？没有哈。 OK，当然还有您在座每一位，特别是你邀请朋友来，如果你有邀请朋友你也举举手我看看好不好。我们同心敬拜，一起来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让多在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起来唱，来，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他已运行